打成了飞球，这个飞球国成有一点点守备的机会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，接到，接到，哇，就那么一丁点的机会，直接跳杀，跳起来接杀林靖凯。我在看是已经要打到场边的护墙了，哇，这个哦，第一个就是。主场的观众席这边一垒侧哦，没有人去干扰他啊，至少留了一个干净的空间，让国成看看能不能。